然后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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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现在已经不是一点，现在一大点一大点，然后怎么这样占，然后我觉得蛮恐怖也蛮恶心的，他就是一个强暴的行为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抢钱，然后劫财这样子，然后又劫色，劫财劫色，对啊，上面任何一样，对啊，然后留下到底留下给这边的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思考，好，花莲。